来，我们来开箱莱尔富的福袋，这一个100块，赶快把它打开来吧。莱尔富，你猜怎么开呀、啊？好，你转过来，我看一下背面的图案。有头奖，头奖车哎、欸，还有日本双人行，还有 Switch。你觉得你会中什么？你想要中什么？你想要 Switch？ 好，那你打开吧，直接从上面撕开来就好了。我来帮你撕。走开！哎呦，打开呢。打开来，我看一下。好，一样又拿出来。这是什么？饼干。饼干，好，再来。这是什么？这我不知道，应该是棒棒糖。棒棒糖，好，再来。这是什么？坚果。好，再来。都是库存品嘛。水。矿泉水，还有没有？还有啊。有没有什么小纸条什么的？哦，刮刮卡。请由此处撕开，你把它撕开来。撕开来。我看是什么？什么冻饭的？我看。普通奖。莱尔富咖啡冻饭，好，鲜舞冻。还有没有？里面好像还有牛奶。拿出来，全部都是食物。好，莱尔富福袋，100块，你把它撕开来。100块买到这些，好了 ，OK 了，100块差，这也差不多100块的价值。